愿护荣相如，无所隔碍，夜夜愿含无量不可思议无上殊胜之愿，无有限量啊！净言之，这所云四十八者，只是随顺众生之假名啊。实则本愿无量。又本愿之数虽无量，但究竟只是一法具也。这个一法具论上说的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我们本经上所说的真实智慧真实智慧真实利益，说了三句，这个三句一二三三二一这是我们要学的地方。我们学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为什么事情这么烦这么多？不知道，天下本无事啊，容人自扰之啊。你问佛菩萨有没有事？没事。你问海鲜老和尚有没有事？他也告诉你没事。事是你自己找的，从你自己妄念上生的，没有妄念哪来的事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